四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山东雷哥。今天呢，给大家现场实拍一下，在我们河南，我们民权县发生一件大事儿，震撼了全世界，震撼了全球，朋友们。现在是早晨的6点多钟，差不多到7、8点钟开始了。到底发生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？跟随我的镜头，咱们一起往下看吧。差不多上万人聚集在一块儿，看到我周围的环境没？好了，给大家现场实拍。我现在呢已经到达现场了，大家通过视频呢，咱们应该能看得出这阵势，是不是朋友们？是不是可牛了？好了，到底发生一点什么样的事情呢？随着我的镜头，咱们继续往下看吧。现场特别热闹啊，朋友们，不要错过。参加人数有上万多人，震撼了全世界。好了，随着我的镜头，咱们去现场给大家现场拍摄。大家通过视频呢，咱们都可以看得出，现在时间马上都7点了。从视频当中呢，咱们都可以看得出，挤满了人，人山人海，特别热闹，是不是朋友们？然后呢，咱们从这视频上面呢，咱们都可以看得出了哈，下面几个大字，给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，巴迪瑞2024民权深耕林带生态马拉松比赛，说白了就是一个马拉松比赛现场了。人特别多，是不是朋友们？开幕仪式马上开始了。据听说，这一次的马拉松比赛还有外国人，外国友人来到我们县里参加这个比赛，特别不错。好了，继续往下看吧。我想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，高峰一样舞蹈，挣脱快一步，我想飞得更高。这样的现场平时基本上很少见到，很少见到，朋友们，非常非常不错吧？太牛了，太牛了！小子，一个蹦，好，谢谢。赛前的运动，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朋友们，看到没？赛事特别的热闹，特别的不错。嗯，开始了。生命就像一条大河，时而宁静，时而疯狂，现实就像加油你把枷锁把我困住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无法挣脱，加油加油，请你
战火风雨如刀，一次次将我重伤。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，我要飞得更高。就像一条大河，时而宁静，时而疯狂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，把我困住，无法挣脱。正一样的生活风雨如刀，一次次让我重伤。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边更高的天空，我要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，风一样无
紧张，一直在飞，一直在长，可我发现无法长大。若真想要，只一次解放，要先剪碎。这趋势牛吧？只有获得王，我要的一种声音更灿烂，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，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，我要飞得更高。更高，飞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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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更高。虽然说天气这样的炎热，但是拆弹甩手非常有激情。这个呢，就是在这个比赛的最后了，人猜的人员太多了，都在等着这个坐公交，看到没？场面呢是非常的火爆啊，有点小失控的感觉呀，是不是朋友们？看到没？人山人海，人特别多，已经差不多走了几十辆车了，人还有这么多。差不多几十万人，几万人在这个现场，看到没有朋友们，人非常多，这样子没撞车的差不多也有几千人吧。看到没，来了一车，走了一车，又有一车。说明一点，人太多了，车是一直的往这边开，一直都不停，人也多，车也多。
人走的都差不多了，看到没？没多少人了，没多少人了。